法切尔卡玛牛逼！皆さん，我是 Pedia， 今天带来是我们的 Shopify Arena。那今天来继续我们的 Arena 竞技系列，对，没有错，久违的竞技系列的下半，对，今天是这个 Arena 竞技的后五场的 B 组的对战。那你看我的队伍成员是皇帝杰特，还有我们的猴王，对，今天就会把猴王给实际拿上战场，对，没有错。那还是一个样子呢，对，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在影片中有发现任何有趣的技巧技术，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想问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关注到什么现象都可以，就是把你想的东西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讲。对，那よろしく頼みます、よろしく頼みます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在战斗开始之前呢，也要各位不要忘记，对，如果这部影片有任何一丁点有帮助到你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下那个订阅 ，Just do it， 按下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战斗。那今天第一个对手是我们的老鼠，看看小老鼠，对，很久没有跟他做对战，那他的招等级是11，就跟我差一等。那今天的战斗的等级比较接近，都会跟我的账号比较接近的，对，所以说算是比较可看性也是相对比较高一些，可以这么说吗？那这边开场的一个天道之棋，他起跳莫名其妙起跳的没有躲过，那再次用后拳化解他的滚波刀，再次听到自己之后用正击小猪猪天幕杀机，第二阶他太急了，所以解除了格挡，那接着也被我丢一级，那他的血量加到非常非常低，可以说是锁血的地步了。对，那算是有点小可惜，没有成功以 perfect 方式赢下这一局啦，小可惜，小可惜。不过算是不错，损伤非常低。那第二回合这个老鼠上来是设立，那这边开场的一个天幕杀机追上去，那利用阵地去抢他的速度，然后再用这个天道之金箍猛击，不过被他躲过。那接着的一个天道之棋也被躲过，完美的化解了这一波攻势，漂亮。那这边一个他一个阵地跟我抢速度，然后再用阵拳想把我推开，接着接烟雾弹，不过我这边是用天幕杀机给追回去。那在他下踢之后呢，抓准了空档，我一个前冲摔，然后下踢接阵拳的一个起立无法格挡。后拳，对，惩罚他的进攻，他算进攻吗？他也是用后拳啊，对，所以说也不算进攻。然后一个起跳的一个天道之棋，不过没有命中，可惜被他后拳给化解了。那接着一个摔之后下踢，可惜啊，这边直接用上拳刀就收掉了。不过因为这边使用下踢触发扫扫一堆棋，没有成功用到棋力无法格挡，导致接着还有这一段被他开到暗影的一个问题，那导致我的血量也从非常健康掉到接近要死亡，差点被他给翻弹。不过没关系，这边一个长跳踢被我跟上之后的一个摔，接着我学乖就用上拳收下。那下一回这个老鼠使用的最后一只角色海尔加来了，对，海尔加以我这个血量来讲，要打海尔加，我觉得还是天方夜谭了，不太可能。那一个雪崩剑之后呢，接一个后踢，那我一个天道之轻功猛击被他反应过来躲过，那一个天道之戟被他用远程给化解，非常可惜。那他一个直接的闪耀冲刺被我给躲过，那算是进入一个拉伸位吗？也不算。那这边开始抢这个脚踢的速度，那海尔加一个无情的后拳被就被打到了，那我上拳没有抢过，那速度是我比较惊讶的。那所以接着我们用的是这个杰特对上海尔加，对，那他的一个开场上拳，然后配合的我一个身法，然后骗出了他的闪耀冲刺，应该算是被骗出来的，我不太确定。那他一个向后的滚动起身，那我前拳之后也没有继续追击，不然就被他的后拳给惩罚。那这边一个倒地踢化解他的远程武器，然后前踢利用无敌针躲过他的上拳，然后接着接摔，那再一次的前踢，那这边他一个长跳踢没有成功，接着是这个后拳，那进入这个互相拉伸位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的暗影和谐来了。那这地方就是他血量很低，我想说他应该会往后退，然后就想用远程，不过被他惩罚了，没关系，正踢抢过了他的闪耀冲刺的速度，所以说收下。那最后面就是他的光之盾阶段，那可惜的是我没有躲过最后面的闪耀冲刺。非常尴尬，那一个远程武器再次开启了战斗，然后呢，再一个前拳，然后后踢，我在一直骗他的闪耀冲刺，终于用出来了，那就是我的游戏时间，一个正踢抢过速度，收下，谢谢我们的老鼠。漂亮的战斗，漂亮的战斗，只是那个嘲讽。好的 ，OK。那接着是我们的 Garfield， 对，也算是好一段时间没有跟 Garfield 打了。你可以看到他的铁甲跟中士都12等，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位置。
那他现在的马库斯也变得相对来说，我觉得算是玩得非常好的。那他使用的是这个真实故障，那我这边开场使用的是皇帝。那贴近之后，其实很多攻击，对那个 bug， 我们不要在意那东西好不好？对，那贴近之后，其实很多这个很多角色是没办法跟皇帝抗衡的，除非你能撑到他的这个 spam punishment 出来，不然的话是没办法去抗衡他的正拳或者体。那他一个远程被我用下踢化解之后接摔下踢之后想接前踢地，不过并没有成功，非常可惜，直接接正拳绕到他背后了，非常可惜，也不是非常可惜啊，虽然是侥幸，但是我没有抓住那个机会。那我一个前滚成功化解这个，因为他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，意志爆炸，对，所以说我那边被炸倒，然后我是因为翻滚所以原地倒地。那这边利用一个我滚下弹，他会想用重拳强速度的一个心理直接进入野兽，然后轰掉他大量的血量。那这边再接着攻击，那我看他血量其实差不多了，我也没必要进攻。那这边刚刚算是送他一个攻击，我没关系，最适者生存，回满一个 perfect。 那第二回合这个 Garfield 来的是这个铁甲，铁甲相对来讲，我的皇帝是比较害怕的一个角色，说实话。那我一个后拳一个试探，被他用长跳踢之后接一个重拳，其实我应该用后外的，不过没有反应过来。那他一个这个非常大胆的倒地前踢踢，对，那我抓准他往后滚，使用重拳，然后接前按移，不过被他给化解掉了，算是非常不错。不过他这个长跳踢有点不假思索，所以我跟上之后直接摔上拳推远。那这边这个没办法躲过他的这个肾上腺素的热拳，有点可惜。那这地方我以为他会前中摔，不过并没有，没关系。对，我这边利用这个恐惧气味可以把血量给回上来一些。那这边隔挡之后呢，接后拳，再来用这个后暗影，这次学乖了。对，那再来继续我们的后拳抢速度，然后再用上拳出，刚好出发的暴击啊，算是天助我也吗？可以这么说。那这边利用后拳抢过他的前暗影的速度，他霸体还没出来。各位，铁甲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可以无脑使用前暗影好吗？虽然说前暗影的使用门槛还是很低，但是稍微想一下，有些角色速度很快的是可以把你给打在原地。那这边他一个开局的一个可靠锤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然后我这个倒地踢之后被他给惩罚出一个上拳，有点可惜。那接着一个往后滚，被他长脚踢给惩罚出第二个上拳，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未知王者复仇的血线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然后接着一个主流关压迫，被他给收下，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一局，可以看到中是有多恶心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猴王。猴王即将上来处理我们的中士，他能不能办到呢？一个远程武器抓到他，这边隔挡之后，我没有想到他直接开暗影，对，所以说就被他的这个惩罚到了。那这边再次被惩罚到了，有点可惜。那不过抓到一个空档，使用了我们的铁木杀机后拳躲过了他的正踢做反击，再一次后拳，不过并没有成功躲过他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重拳。那这边他一个暗影形态的一个可靠锤子，算是相对来讲我觉得挺聪明的一个操作。这边他抓着他前冲想摔我，使用铁木杀机，不过第二下不知道为什么被隔挡下来，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。这边因为我身上有意志压制，所以说他这个长条机之后我会被推远，没办法摔他。对，那他这边就被他用出了这个指挥官压迫的接上拳了，这是为召唤者复仇收下。那最后面是我们的杰特哦，这个前滴滴他刚刚往后拉，我想说他可能会想用长条机，所以把前滴滴给接满，那就被他反将了一军。对，再一次的进乱形态的一个可靠锤子。这边一个后拳躲过了这个对方的后拳，那接着接我们正拳，抢过那个速度。这边一个前拳一接贴身之后接摔，那他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说他的暗形态就整个废掉了。那这边就收下，漂亮的战斗 ，Garfield，perfect。没有的，不是 perfect， 不是说很棒战斗，我的意思是那个不是 perfect 的。越描越黑，随便啦。那下面的这个对手，你可以看到战斗等级只有6的，我不敢相信他敢来进行约兰姆的约战，非常漂亮。对你没救了。对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这一场还是有非常漂亮的操作，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因为他的等级是相对比较低的，所以我并没有太谨慎去对付他。这样讲其实不太对，应该说我去努力制造机会给他，对，就是做一些比较大胆的操作。那如果他愿意去惩罚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惩罚到我的。那这边一个天幕杀机，那一个上拳，我想到他一个长吊踢，那接着是对，我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用长吊踢了，再一次上拳，直接使用天道之极，直接不把他当然看的，再一次天道之极，再一次天道之极收下。
可惜他没有反应过来，他这边其实有触发正式故障，只要用重拳下来都可以惩罚到我，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那第二回合他用的是怡宝，一样开场的一个天幕杀机，还滚波刀，我想说用下踢去惩罚他，不过并没有成功。这边一个下踢之后，我看到他进暗影就再一次下踢，正拳抢速度，正踢抢速度，下拳。这边他不能甩我，一个天道之金箍猛击，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绕背躲过了我的攻击，但是接着的天道之金他并没有想到去闪一下，所以说触发了这个暗影优越。那接着的一个长刀击之后接后拳，就被我用正拳给化解收下。刚刚那一个绕背其实真的非常漂亮，那是 AI 会用的技巧，基本上我还没看过玩家使用。那这边他开展一个后跳接杀，那不过没关系，有追上去使用这个天幕杀击。那我想着直接使用天道之击并没有成功，那这一次就直接使用天道之击了，然后不把当恨的再一次天道之击收起来。不管怎么说啦，这个战斗等级差太多了，两次天道之击基本上就收下了，所以说主要还是看刚刚那个绕背绕过了这个天道之金箍猛击。OK， 那我们下一个对手是我们的 YCH， 就是之前的问号，对，那他的账号等级是跟我相同的12等，然后有铁甲12等，看到基本上新鲜两一半。那第一回合他上的是铁甲，没有错，想都没想就直接上铁甲了。那我这边用的则是皇帝，来个拳脚，互殴，空手对战。那他开场的一个先手正拳，速度是快于我的，判断比我快了一些。那他一个长跳没有配合踢击想摔我，不过我的反应有过来。那我以为这个上拳可以接得上去，但是并不行，对，挺可惜。但这边他一个正拳的一个反过来强速度强过于我，那这边正拳成功把他跳起来给抓下来。那这边就是开始在斗殴拳击。那这个角落我摔到基本上就是稳定，是我可以用野兽轰炸去炸他的一个机会。那这边他一个再次的前暗影，然后被我用后拳给抢过速度，又一次的再次证明了铁甲的前暗影没有那么无解。那这边我一个前拳之后呢被他摔，对，这是非常夸张的。接下来这一段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操作。那这边一个后拳之后再被摔一次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摔技哦，包括前面他一个长跳躲过我的冲刺摔。那这边我抓到一个机会成功摔到他，然后利用这个恐惧气会来多回复一点血量，那凑满了20%的一个狂暴，对，不过虽然他血量很低，但我的血量其实也非常低。那这边用一个非常不经大脑的远程，那他直接直立起身的一个暗影技能之后接重拳收下了我的野兽，对，这个血量差距其实真的不多，我就一套攻击就可以把他给收下来，真的非常非常可惜。那配合这个伤口包扎，他血量回到非常健康的位置，很尴尬。那这边他还有20%增伤，那我的猴王直接启动这个天道之击向后，对，惩罚他一下，不过他有霸体，所以并影响不大。那这边再一次一个天道之击，对，把他给击倒，再一次天道之击，再一次击倒。那这边吃下格挡之后呢，一个正拳正踢，然后直接接摔，他可能想格挡我的正拳正踢的第二阶段啊。不过我并没有接下去，而是直接摔他。那这边就收下了他的铁甲，算是惊险吗？但是就是可以说是都猜对了，对，非常好运。那第二回合上来的是这个海尔加哦。那这边一个开场的一个后拳惩罚到他的前拳，对，那再来进去抢速度。那这边直接用天道之击惩罚了他的一个侵略性的重拳，再用天道之金箍猛击，接着辉煌连击，对，直接把他的海尔加打得不成人形，我还是满血。那这边他一个正拳，对，成功惩罚到我。那他的血量不足以格挡我的前拳，那这边就对，进入光之盾。那可惜他的前冲时间比我预判的再晚了一些，不然的话我的剧本其实是他前冲我绕他背。我的剧本是这样，但是并没有成功，不过没关系。那这边他一个预判我的天道之击，那我就直接一个上拳收下。那最后面 YCH 上来的是这个舍利，我开场的一样一个前拳之后，然后他又一个想用前拳来惩罚我的前拳，然后被我正地惩反惩罚的一个玩家，对，好多人都会被这样惩罚。那这一个辉煌连击并没有成功，几乎跟他烟雾弹同时使用远程武器惩罚到了他。那这边他跟我使用的上拳抢速度，他直接这个惩罚了我这个天幕杀技速度不够快的这个缺点。那这边利用这个汽车无法格挡的正拳，再一个下拳抢过他的速度。那这边想利用天道之击，不过可惜手稍微短了一些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这个距离，对，成功的击到他。他想用烟雾弹，其实这边应该我可以摔他啦。那这边成功收下了 YCH， 非常顺利的一场，这连我都没有想过这种展开，对，太好了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对，静平先生，我们的主席，还有在使用这个福德夏，阿祖玛算是一个比较稀奇的一个角色吗？算吗？
现在的福泽下阿朱啊，我还是不太常遇到，但是看影片上面蛮多人使用。那这边他开场的非常临危不乱吗？我做了这么多攻击，他全程格挡，太有意思了。那这边还有一个长跳踢，再一个长跳踢给我格挡下来，他想用跳踢，我的正拳的攻击落点是比较高的。那这边一个后果我要前拳重拳之后他被他摔，这是没办法的。那这边他还在一个前空摔，我想说那个距离应该摔不到才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摔得到。这重拳惩罚到他想要前滚，他可能在判断我使用这个天堂之极，天道之极，你在说什么？那这边再一次牵到自己向后躲过他的长跳踢，再一次牵到自己向后躲过他的前按，对，不过这个下按就躲不过了，没关系，下踢这个化解他的重拳，肾上腺素的热拳。那再次的肾上腺素热拳，再次被化解，然后这边想用正拳强势突破，他有一个后踢。那这边利用后拳成功的化解他的攻势，这边在一个天道之金箍猛击收下你的铁甲。那因为他是这个天生顽固，无限城顽固蓄能的配置，所以说他的顽固蓄能是没办法阻挡我的金箍，对，就金箍猛击。那第二回合上来是这个上，他有这个暗影起源，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。那这边一个正踢的强度，后拳好不容易躲过他的下暗影，不过没办法成功继续躲过他的前暗影，这是挺可惜的。那这边下踢化解他的暗影攻势，一个起跳，然后向后是金箍猛击，再一次未有他的长跳踢。那这一次长跳踢之后呢，我想用正拳惩罚他，不过时机算的不对。那这边一个天幕杀击，第二下没命中，挺可惜的。那这边格挡下他的后拳之后呢，摔。下踢，然后接正拳的一个奇力无法格挡，对，今天用了很多次，再一个起跳的金箍猛击，可惜没有成功。这个长跳其实我可以摔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用金箍猛击啊，对，所以说算是一个大失误啦。那再来下面是我上这个皇帝，刚刚那边如果我成功摔到他的话，其实胜负应该是我这边会赢，对，我觉得啦。那这边皇帝的一个上拳强过他的这个前暗影，那我以为他用下暗影，可能他直接用后暗影，这是挺意外的一件事情。后暗影之后的一个前拳拳，被击倒。那这边他想用远程武器，我没想过这居然躲过。那这边下踢一阶之后直接接正拳，再次正拳惩罚到，再次正拳继续惩罚他。那这边一个失误的后拳导致我没办法用下踢接这个暗影形态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算到他应该直接进入暗影形态，所以就跟着使用暗影形态去轰炸他，直接把他的暗影形态给炸完。对，那这边他滚上来就不要怪我，只用后拳的抢速度，那他一个后拳，一个后暗影收下，那利用追思者生存，我的血量又回满，而且我还有暗影能量，对，相当于他的上是白死的，可以这么说。那下面是这个阿祖玛，这边会有一些我个人的很奇怪的失误。那这边开场的一个摔，然后接这个前暗影，第二下接中，那这个重拳被他用向我这边滚来躲过了。那再用后拳触发这个破防，他有带封锁，就是只要我格挡之后也会延续这个失能的时间，还有带这个暗抑制，也就是我能量满的时候他的伤害会增加，所以你看他对我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，那这边就直接被收下了。那刚刚前面有一个前滚你们可能看不懂，其实那个我是想用下拳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前滚，挺有意思的。那最后面我这边能用的就是杰特啦，一个后拳，这边 cancel 掉，直接接上拳，这是一个骗他做攻击的一个位置。对，那边是我的有力针。那这边我想说再躲他远程，不过没想到直接用前踢。再一次这边就把他给接满，那这边格挡下他的踢击之后呢，前踢。那这边长跳没有成功命中他，这是挺可惜的。那接着，其实我应该可以抢速度的。对，只是我没有这么做，所以说后面才会让他接满整套暗技。那这边这个地方我格挡之后，他跟我距离太远太近，即便他想要后跳也躲不过我接下来的进攻追击。对，那这边就收掉这个竞品，谢谢我们的竞品，漂亮战斗。